Captain 嘅 Tears in Heaven 呢首歌系经典中嘅经典，今日教你玩一个简单嘅 finger style 版啦，小品出一个教学。入 Capo 第二架玩 G key 相当之简单，但系留意一下我嘅指法，因为有啲技巧嘅。第一个 G， 你见到咧01010，你会以为系咁样弹嘅，但如果想好听啲咧，可以做个 hammer pull off 俾佢01010，勾一下 hammer pull off 弹，我系头尾两下有咁嘅啫，有勾嘅啫。OK， D chord bass on D。講講咧，大家記得三個月最好換一次線啊！因為咧呢排潮濕，我支吉他啲線又叮咁堆堆生鏽咧，就都冇生鏽，其實霉咗就已經走音 ，tune 幾 tune 唔啱。OK， 第一個巴唔難，而難係難在咧呢兩個巴咧係幾扯嘅，然後有個5533，喺谱系会咁样弹，我想多少少嘢，我会做个 slide 去三去五格，然后变咗两个巴，你系好忙嘅，成首歌最难系呢一个呢两个巴，我觉得。OK， 020又系啦，020，勾一下 hammer pull off， 多啲 hammer pull off， 成首歌仲好正，有 slide 有 hammer pull off， 所以咪经典咯。OK， 然后 C、G 呢度唔难啦，照睇得啦呢段。你挑戰咗頭兩個巴，咁之後都唔難嘅啦。OK， 然後重複。OK， 咁留意下就係佢個 intro 同佢第一句嘅 melody 其實一樣，咁所以變咗頭先我做示範，我都唔特登彈三次，我驚好悶，因為咁所以變咗我彈兩次就得啦。重複啦，其實係玩緊 finger style 㗎。OK， 唔算好难咯，系嗰个头两嘢有啲难啫，我觉得后面都唔难嘅。然后 E-7， OK， 呢一度记住个 chord 型就得噶，记住个 chord 型你会易记好多嘅 E minor。然后 B-7。OK， 留意下嚟一次。然后 F 八 chord 都临唔使成个 chord 咁上去，净系玩头三条先。超级容易。E minor。在这个位置有点像他另一首神曲 Wonderful Tonight。然后就是 D chord bass on E，D chord bass on F sharp， 然后 G、A， 有点像那个呢，那首是什么？这个位置变成就是
OK， 去到 A minor 呢度唔难嘅。我相信呢度你望住其实都下到啦。然后去 D chord， 唔可以玩平时一啲啦，要褪过去。第四线第四格。呢度咧，我建议你望一望我手指型会易去理解啲嘅。嚟多次，我真系顶唔顺啲吉他奏咁。上面好易啦。咁呢首歌其實我覺得好輕，好適合你夜晚瞓唔想拎起支吉他，靜靜匿喺間房度，好柔咁樣樣，要啱音嘅。咁就好啱 feel 啦。OK， 咁啊，唯一留意就係頭兩個巴同埋頭先一個位。OK， 咁呢首就係好簡單，見耐冇出過 fingerstyle 嘅教學，所以今日少少咁樣一段仔。